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除夕换气。在除夕夜啊，当天的晚上，就是今天的晚上12点要接大年初一的时候，你在12点的时候啊，把你家的门窗全部打开啊，那开个5分钟就好，然后呢让这个旧的气离开，然后让接新的气进来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会让你的一个房子呢，就是人家讲的迎新气，送旧气的一个状况，那就是反正平时啊，你们也很少开窗，那刚好利用除夕呢，因为大家都比较晚睡的一个情况下，把家中所有的门窗呢打开个五分钟，让它的气这样子做一次的流通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接新年的气场，但是其实啊，这个是在新年是这样做啦，平时也可以这样做，它就是让你达到一个房子换气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期有缘再见，拜拜。